现在可以干什么？真的，现在先欣赏，先欣赏精致的容颜。哎，来，天赋的话，你是带张狂还是带底牌？我看你这张地图喜欢带底牌的。我张狂杀大副必带张狂啊！啊，抓大副必带张狂。对，抓大副。完了，这个号主没有放炮，完了，不放炮手痒了。坏了！我看看，你的交表就抓大副的话，前两块表硬吃就对了，硬吃就行了。抓大副前两块表硬吃，这个打法我之前在观战当中分析了好几次，我感觉这个打法就是起步就三台机修完了。对，但是打手势，第三块表要躲，第三块只有八米必须躲，躲掉之后放木炭锁定。躲完第三表，然后你追列10%，你说他摇表10%，等于说都没加速，他加速我加速等于都没加速。OK， 哎呀，二弟今晚加鸡腿，我桌子下吃，他桌上吃。好，这波大副是属于给了一手小机会，还是说二弟抓住了机会？你得问木炭的，他木炭心情好，想躲都躲不了啊。木炭心情不好，那人类站着他打不得。那这开局好像我怎么感觉这把，因为本来我想象当中啊，我们直播间的那个求生者说实话强度很高的，真的没问题。所以我本来想的是今天让我们求生者给阿星上点难度，让他吃吃苦头的。你们不能这么搞呀。莫斯外面亮三台，这边闪电小夏，哎，怎么不交技能？闪，骗了个骗了，闪，到死，哎，骗到一个，回来做防守，可以啊，这波过半，输应该是输不了了，不过他没有底牌，我觉得不一定能赢。哎呦，那得展现老准备，这火可以给娃上的，给娃上让娃来干扰敌人，中间能杀到表。牛仔来 OB 的话，可以把它先赶走一下，因为第三块表是不能吃的。边赶走边躲表，躲。怎么说？好，这边他肯定要扛闪现，所以不能闪。哎，阿星，我觉得你这把赢不了了。木炭，加油！二弟上，猛猛干，快！干！二弟某某干也就帮你赶走，你现在闪现交掉，他们这边的机子多修一台你压不住。没事孩子们，我带了耐摔加速，骗。好，到这位这边驾驶了，驾驶这个位置必死。好，首先抢板，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抢板去直接抢板。什么叫抢板？就是卡在板这边不动是吧？对，卡在板这边不动，然后等木炭。等木炭等追猎，对，好，只要他走位失误了，那就是给你拿到机会了。好嘞，就是你看他走位失误了，直接就是恐龙出击，犹如蟒蛇空撞般的窒息感。犹如蟒蛇冲撞，是不是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没听。蟒蛇冲撞般的窒息感。哦，蟒蛇冲撞般的窒息感。好，我学会这句话了，感觉好像听起来很帅的样子。啊，你这勾。割过来有什么用？没得开一个，大火，四元斩，是这波必须打这个牛仔，打完牛仔之后，这个人往自己那边抓，不老实抓，我已经不老实抓了，抓椅子的吗？哦，刷椅子的那行，就怕奥飞不刷椅子，那奥飞天天在庄园研究那些药啊。有些时候椅子也不刷一把，刷椅子那赢了。好，前方大罗椅有加速，但是拿不到刀，往回走。Hello 啊，你们两个怎么说？我想一下，木炭对这个，我对这个，咱们一人一个。好，双木刀戏，我输了。你二弟不给力啊？没有用啊，没事，他这个屁交了。他是个屁胶的，他没屁了，他打不出来屁了，没事，小问题。修，还修，滚！OK，
要把换过来。我这钱呢，这人人家交不起了呢。来来交没事，大不了扛两刀，扛两刀没自己，待会儿。你怎么干事？你怎么干事？闪现！哇，这刀射刀闪现倒两个，他没放下来啊！牛仔现在勾人都是倒地状态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人傻了，我一下子突然之间脑子一抽。好，现在可以干什么？队长，现在先欣赏精致的熔岩。哎，怎样摸起来的？你就是特地借个号，然后要用这个皮肤来欣赏这个精致的熔岩。完了！哎呦，你跟你二弟一样啊啊！欣赏精致的熔岩。没有，再欣赏一波。你待会儿别被机子，我拖个一百秒吧，大不了对不对？你别机子待会儿被修开，拖个一百秒的事儿，快打屁，快把屁屁交了，不交屁你死，交不交？交不交？交不交？啊，你交了一定死，为什么不交大招啊？无脑追猎，哎呀妈，这个不行。给木已经上升了。对吧，你现在他能干嘛？他莫斯现在把刘子摸好了，刘子摸好之后这个莫斯还是没办法。导师抖音叫什么？导师抖音好像叫在下阿星。好，现在给你来一波特别帅的放火干扰机的。 他应该没看到，现在他看到也没事。完了，你在干嘛？这人用钩子坏了。坏了，好，来让我欣赏一波精致的熔岩。请别欣赏着欣赏着，待会儿人没了。好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孩子们。听到声音了，问就是开了。交大招了，交大招！放火包夹 ，hello！包夹，敢不敢翻？哎呦，你这也不行呐！木太不大本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知道你这把亏在哪里吗？就亏在那波精致的熔岩，节奏一下全丢了。熔岩是没错的吧？至少。我不知道有没有错，反正现在局势来讲的话，好像这个木偶师是个骄字旗，但是他是个二冠。如果你挂他，好像他们能压机救人的。挂飞。好，这边木炭过去干扰机子，一人管一台。OK， 木炭还是比较会玩的，你看，他都知道去管那台机。非常天才的木炭。啊，没记错是挂飞吧？记错了，我点头条。完了，记错了，压好了，完了，我记错了。哼，完了，这下真记错了，不是挂飞。哼，来给我看一下红颜，对吧？眼睛发红的精致的容颜。我是摸不起来。没闪现。没火没闪现，哎，我有点小烂。你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你实力再强，你也不能飘，一旦飘了就容易出事儿。飘出事儿了，是的。飘的事情非常多。乌鸦飘起来，这边乌鸦飘起来，那边有人。乱了。还没底牌。哎，导师。导师要出事儿了。导师要出事儿了，哎，导师第一把。欣赏熔岩，欣赏出事的。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红颜祸水。红颜祸水。不对，一分有九分的不对，那不老保平的感觉，因为找不到兵甲。坏了，不该欣赏的。有些东西不该欣赏就别欣赏。我是没事喜欢过去看能不能拦到飞行家吧，拦不到估计是要三跑的，不对，拼局了。飞行家应该是拦不到了吧？哎，
但是他出来了，他要帮忙，他拖飞一下时间，这边一刀斩十几秒，二十秒，来木炭，我收了，你那怎么的？来，诈骗飞轮，一刀，所以我记错了，是不是牛仔挂飞啊？看看，玩过头了，谁挂飞都忘了。好，飞一下这里，我猜一下。真是他在挂飞了，我记错人挂飞了。飞鹰家刚起耳鸣了，所以他估计是要往外拉，在这里。看没有？这不能给他翻盘四杀。弹幕把屠皇势力屠皇意识打出来，谢谢。我就知道在这边。好的，不了四杀了。我要闪现了！还是四杀了，还行吧。虽然好像确实没教到什么东西，全程都在说欣赏容颜。